张师们好，我们来上课，你们注意听，注意看，今天来复习，上次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学了就是系列，那系列你们看，那可以说白板上有写了什么？写了就是系列，啊，系列有什么？有名词。不能说名字，名字发语是什么？名字发语是 no， 这是名词。还有什么？名词的小类有时间词，时间词还有时间，时间发语叫 le temps， 时间词就是说 mot marquant le temps。还有什么呢？方位词，方位就是说 position， 方位 position， 那方位词 mot indiquant la position， 啊，还有住所词，住所，住所你们看，住所发语叫 lieu， 词就是说 mot。住所时 ，mot indiquant le lieu。那，时间时，时间时，例如，我们有现在，今天，现在，今天，都是时间时。好，那访问时，访问时。有什么？访问时有上边、北边、后边、前边、旁边、中间等等，都是访问时。那住所时，住所时有什么？也可以说布拉扎维尔、北京、黑胶、革命水。都是住所时，那现在有动词，动词发语是什么？动词发语是 vel， 那有动词的小类，动词的小类有什么？有具象动词，还有能源动词。具象动词发语是什么？具象动词发语是le verbe de direction， 例如，向来，向来，向去，下来，等等。alors， 能源动词，能源动词有什么？能源动词就是动词，可以说想、要、会、应该，等等。那现在动词有动词的小类，具象动词，能源动词。能源动词，还有代词的小类，第三代词，代词，代词就是说 pronom， 那它的小类是什么？有人称代词。只是代词，疑问代词，人称代词，只是
带十，一万，一万带十，都是带十的效率。那人正带十，人正带十，例如我、你、他。等等都是人称代词，只是代词呢？只是代词有这、那，是只是代词。一问代词，人称代词，例如人称代词，例如。我、你、他等等，那只是代词，你们看，只是代词，例如这。那都是只是代词，疑问代词，疑问代词，例如有什么哪儿哪儿几。多少等等都是疑问代词，那这是代词，人称代词是代词的效率。人称代词有什么？有我、你、他。只是代词呢？只是代词有这、那。疑问代词例如哪、几、多少等等都是疑问代词。那现在主词还有主词的效率有什么？有语气助词，有语气助词，结构助词，还有动态主词，好，你们看，都是助词的效率，有什么？有语气助词、结构助词、动态主词，那。有的就是例如骂了呢，这个就是有什么？这个就是有例如的有三个的，还有
Donc ta juice, Liro. Le go de toshi donc ta juice na you faire seulement utiliser faire ici particule modale Diego Jose faire ici particule structurale donc ta Jose faire ici particule d'aspect na Diego ni ma le ne Diego Jose de te, 现在, ton ta juice, yo, le, ayo le, go, ze, na, diug si, chose, yo, chose de siaule. Chose. Ah, tu as la seulement. Yo, di shu, hayo, su shu. Hayo, su shu. Jisu liru Jisu liru liru I A San Si ou dang dang. Na sushuna yo liru. Di ig. Di i. Di i. Di a. Di san dang dang to shi su shu de shu su de xiao li na wo men xian zai lai fu ju shi fu si xiang si wo men shue guo zhe ge ju shi fu si ke na ju shi zhe shi ming si bu neng shuo ming zi ming si ni jiao shen ma ming zi zhe shi ming si ming si Ming si, ta da xiao le si shen ma. Ta da xiao le si, si jian si, si ming si da xiao le. Na si jian, wo men ju shi shuo le ton, si, shuo mo. Si jian si, donc, mo marque le ton. Fang wen si, fang wen, la position, si, mo, fang wen si, mo indiquant la position. Chu suo, ju shi shuo lieu. Ce mot, donc le mot indiquant le lieu. Là, je lis, liru ke shu, si jian si, xian zai. Ye si, si jian si, ming jian, si jian si, ho jian ye si, si jian si. Na, deng deng. Hao, fang wen si yo shen ma. Yo ke shu, shang bian, zuo zhe shang. 坐着下, 北边, 后边, 旁边, 里边, 前边, 西边, 中边, 等等, 都是, 访问时,
现在住所是北京，你们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普拉扎维尔、黑胶、圆明园、孔子学院都是住所是可以说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孔子学院是什么系列？孔子学院是住所是名师的小类。现在呢，动词，你们看动词，还有动词的小类有什么？具象动词，具象就是说 direction，le verbe de direction。具象动词有什么？上句、下句等等。好，能源动词，能源动词有什么？那能源动词有要、想、会、能、可以等等。那我可以说，我想看电影。那现在里面的句子想是能源动词，动词的小类。啊，我刚才说具象动词，具象动词，啊，我们上句吧，我们下句，是具象动词。好，现在代词就是代词，还有那个还有它的小类就是什么？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里面的有，例如。人称代词，我们就是说，例如我、你、他都是人称代词。还有记得，都是人称代词。那指示代词有什么？有这、那。这是什么？这是桌子。Alors，这是什么系列？这是指示代词，也是代词的小类。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我可以说那是笔，那是指示代词，也是代词的小类。那疑问代词都是代词的小类，有什么？例如拿、几、多少等等。你是哪国人？那个哪呢？那是疑问代词。你是哪国人？这个哪是疑问代词？现在几点？几是疑问代词。你们班有多少个学生？那个多少是疑问代词？你们班有多少个学生？多少是疑问代词？那现在主词的小类有什么？有的助词、结构助词、动态助词。那有的助词有什么？有吗？呢？有吗？有了？有呢？可以说你好吗？可以用吗？你好吗？也可以说你吃饭了吗？你学习什么呢？都是有的助词。好，这个助词，这个的，三个的，你们看这个的，我们说啊，你们看，例如，如果是一本书，这是我的一本书，这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孩子。那个的呢是结构助词，还有这个的啊，怎么用这个的？用那个动词和正入补语中间，可以说。他学汉语学得很好。那第三个的呢，用那个形容词和动词，老师很早的
来学校，老师很早的来学校，就是用这个的。好，动态主词，例如了、过、这。我买了水果，我买了水果，可以说我买了水果。好，好好，那现在呢？还有国，你去过中国吗？等着我，都是动态主词。还有数十，数十，数十的小列，几数？我们知道一二三四五，还有数数。例如，第一、第二、第三，就是复数。可现在我们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句子，句子分类也是复数。句子分类，我们来复数复数，就是讲句子分类。句子成分，我们讲就是句子成分，讲就是讲句子成分。我们上次在课堂里学过了，学过句子成分。句子成分有什么？也是复数课。句子成分有什么？句子成分有主语，主语。谓语，谓语，定语，状语，中心语，中心语，宾语，宾语也有宾语的小列，有什么？有简洁宾语。简洁宾语，直接宾语，直接宾语，我们有补语，
普语的小的有什么？我们有那个真如普语，真如普语，真如普语。可能富裕，可能富裕，就像富裕。就像普语，结果普语，结果普语，都是普语的效力。你们看句子正反，句子正反我们说过，句子正反也是副词句，句子正反有什么啊？这是怎么念？主语、谓语、定语、状语、中心语、宾语，不能说宾语，不，宾语、简洁宾语、直接宾语、普语，普语，那普语有普语的小略有什么？有真如普语，可能普语，就像普语，结果普语。那你们看，真如是什么？法语是什么？真如法语是 degree， 普语就是说，普语是什么？普语是 complement。那一共可以说什么？全部可以说 complément de degré， 真如普语，普语 complément， 真如普语 donc complément de degré， 可能，可能是 possibilité， 普语 complément donc complément de possibilité， 趋向，趋向普语。具象普语，具象法语是什么？啊，具象法语是 direction。那现在可以说什么？啊，可以说具象普语是 complement de direction。结果普语，结果可以说结果是什么？结果法语叫 résultat。普语 complement， 现在 complement de résultat。好，你们看，定语，定语，法语叫 prédicat， 定语是，定语是 le sujet， 定语是，法语叫主语，不好意思，主语一个主语 le sujet， 谓语 le prédicat， 定语 c'est le déterminant。状语 ici c'est le complément circonstanciel. 状语 le complément circonstanciel. 状语 le complément circonstanciel. 中心语 le déterminatif. 宾语 complément d'objet de verbe. A 简洁宾语complément d'objet indirect, Didier Binu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Pour, oui, on commence à chaud. Non, c'est ça. Il y a ik. On met du lise, l'irou. L'irou. Non. Tu sais. Tashi. Tashi. Suishan. Tashi suishan. Na, wo men xiang ci dao, li men de句子主语是什么，谓语是什么？Tashi suishan。主语是什么？谓语也是，主语在哪位置？谓语也在哪位置？不知道。那你们看，Tashi 什么？我们就是来想一想，可以问，da 是什么系列？是什么系列？学生是什么系列？那 da 我们刚才来复习，就是说 da 是人称代词，是动词，学生是名词，那。现在你们看，啊，大西随想，那我可以说，大西主语，大西主语，西随想谓语，那主语，主语西随想。谓语，大西随想。现在，主语在前边，谓语现在在后边，大西随想。啊，主语发语是什么？主语发语是 sujet，谓语发语是什么？谓语。发语是 prédicat 啊，谓语常常有什么？谓语常常有动词、名词、形容词。C'est pour dire dans la partie du prédicat, on a souvent le verbe, le nom, l'adjectif. On pourrait comme prédicat. Alors, dans la partie du sujet aussi, on a du yu chang chang shi shenma, chang chang yo. Il y a quelque chose, mings, tas, ding, ding. Donc, dans la partie du sujet, ici, on a soit le nom ou soit le pronom. Employé comme sujet. Ah, il y a igetuse. Je suis de igetuse. De ag, me can. Romain. Romain de Jiaox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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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n. Hanta. Romain de Jiaoxi Hanta. Romain de Jiaoxi Hanta. Ni me kan di ge chuzi. Na, zama zi dao zu yu he wei yu. Fang zai na ge wei zi. Na, romain kan. O gan sa shu zu yu chang chang. Ah, zhu yu chang chang. Zhu yu, hao, ni men kan. Zhe shi shen ma? Chuen bu shi shen ma? Chuen bu shi shen ma?
准部是什么？准部可以说是句子。那句子法语怎么说？也可以说句子法语是什么？句子法语是 la phrase。那全部是句子，那里面的句子，这个句子主语和谓语在哪一位置？这个句子主语和谓语在哪一位置？主语和谓语在哪一位置？好，你们看。主语从我们到教室啊，这是主语。主语，谓语呢？你们看谓语呢？很大，对，很大是谓语。很大是谓语，现在我们就是来解释解释这个句子分类，句子降分，句子降分。现在你们看，我主语部分还有别的系列，那我们的教室，我们是什么系列？做什么降分？好，我们是人称代词。那现在的呢？的是结构主词，教室是名词。现在我们是什么系列？做什么降分？好，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是。定语，我们的是定语。教室呢？教室是它的中心语。教室是它的中心语。我们的，也可以说我们的。为什么用我们的是定语？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教室。现在我们的是定语，教室。是中心语。好，那现在我们是什么系列？我们是人称代词，做什么？里面的句子它做什么？做什么降分？人称可以说我们是人称代词，做名词教室的定语。教室呢？教室。也问 ，OK， 我们就是问，教室是什么系列？做什么降分？教室是它的中心语，你们看中心语。教室是它的中心语，做。教室是它的中心语，做主语主要降分。教室是它的中心语，做主语。主要降分， donc c'est pour dire que non. 定语是 l'élément qui qualifie le nom 教室 c'est pour laquelle ici l'élément principal du sujet ici on a le nom qui est le 教室 donc 教室 c'est pour dire là où on enseigne 教enseigner 室 pièce donc là où on enseigne la salle de classe donc ici le 定 c'est juste pour qualifierle nom Jiaoshi.
现在我来说，来问，教师是什么系列，做什么奖分？教师是大大中心语，做主语主要奖分。你们看，我也不分有什么，我们就是说，有定语，有中心语，还有状语。汉是什么系列？汉是什么系列？我们就是上次说了系列，系列有什么？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副词、量词、量词、主词等等。现在汉是什么系列？大也是什么系列？你们看，我们觉得汉是副词，副词里面的句子做什么？我就是，你们看，汉，我就是汉。汉，这个系列汉系，现在可以说汉系副词，副词，副词法语怎么说？那也可以说，如果你们不知道副词法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副词法语叫 adverb。现在它呢，它是什么系列？它是什么系列？就是它，它是什么系列？好，它是形容词，它是形容词，我们来知道汉和它，它们是什么系列？那现在还不知道。汉是副词，里面的句子它做什么？你们就是看句子将分有什么？有主语、谓语、定语、状语、中心语、宾语、简介宾语、直接宾语、补语。补语的小类有强度补语、可能补语、就像补语。结果补语，这是例如，有一个句子，它是谁想？第二个句子，我们的教室很大。现在我们知道，主语部分，这不这个部分的第二个 part，主语部分有定语，也有中心语。好，那谓语部分呢，有含。还有它，现在汉，我们来问汉是什么系列？汉是副词。它是什么系列？它是形容词。它是形容词。你们看，汉是副词，它是形容词。汉是副词，它是形容词。现在还不知道，汉做什么？它也是形容词，做什么？你们看，好，可以说汉是副词，做状语，做状语。做
状语。的修饰是什么？好，的修饰形容词的，现在的是的呢？的是形容词做什么？做谓语主要成分。的是形容词做谓语。谓语主要，主要成分。好，那这个句子也可以叫这个词。这个句子是什么样的句子？还不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来知道句子成分有什么，就是全部是一个句子。还有两个大部分，有主语也有谓语。那主语部分有什么？有定语，也有中心语。谓语部分呢，有副词和是副词做状语。它就是什么？就是形容词的状语。这是第二个句子。第三个呢？你们看。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好，第三个句子，第三个句子，我说汉语。说得很好。第三个句子，我说汉语说得很好。好，我说汉语说得很好。你们看，全部是什么？好，全部是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句子。那我来问你们，句子法语叫什么？法语什么意思？啊，句子法语是 la phrase。 那这个句子主语部分在哪位置？啊，好，主语部分是我是主语。好，谓语部分呢？好，我有部分是从说汉语到很好，然后都是我有部分。喂，好，那我问你们，说是什么系列？说是什么系列？啊，说是动词啊，说是动词，说是动词。好，那也可以说这个部分也可以叫。那我刚才说谓语部分，我就说谓语。那还有谓语部分。谓语部分，那个部分法语怎么说？
pour faire une phase de macho, pour faire une phase de jao parti secteur. Na wo shuo han yu shuo da hen hao. Ne ge han yu shi shen ma si li zo shen ma chang fen. Han yu shi ming si zo dong si shuo da binu. Na han yu shi binu. Han yu shi binu. Na ne ge de na de shi shen ma si li. Ah, de shi jie gu zu si, jie shi, jie ge de na shi jie gu zu si. Pi shu jie gu zu si, jie gu zu si. Ha, jie gu zu si. Ha you hen, ye you hao. Han, han shi shen ma si li. Han shi shen ma si li. Hao, han shi shen ma si li. Han shi fu si zo shen ma. Han shi fu si. Fu si li men da tu zi ta zo shen ma. Ta zo zhuang yu. Fu si zo zhuang yu. Ayo, hao, senzai, hao, shi, shenma si li, hao, shi, singrong si, na, ta zo, shenma, ta zo, zung si nu, hao, hao, zo, zung si nu, Hao zhu jing xi nu, zhong xi nu. 你们看这个句子。好，我说汉语学得很好。主语主语是我。我问你们，我是什么系列？啊，我是认证大师。他做什么？做主语。这个部分。是谓部分，现在说说呢，说是动词，说是动词，汉语是名词做动词说的比喻，还有说就是说这个说，的是什么？的是结构助词，很。很是什么？很是副词，它做什么？它做状语。它修是什么？修是形容词好。现在形容词是它的中心语。啊，句子正反，我们就是说句子正反，有主语，讲什么呢？讲就是句子正反，句子正反有什么？有主语。谓语、定语、状语、中心语、宾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补语，有补语的效力，有什么强度补语、可能补语、具象补语，还有结果补语。那今天的根据是定这个，下次我们来继续讲什么？讲句子。分类，我祝大家好好学习，再见。